我要拍都拍不下来，太黑了。Oh no！这是昨天的烟熏卤味。我一直想说，这个这么咸的东西到底要怎么办？现在想到了一个方法，我要把它打碎。但是这个感觉有点恐怖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把整个猪肉打碎过。还有那个，因为它很浅。叔叔呢？我都最爱的啊！它变成肉泥了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好恶哦、喔！嗯，怎么好恶？不是看起来很恶啊，看起来很那个。你要试试看吗？没，算了，试试看。还 OK， 没有很咸。嗯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吃。嗯，好像可以耶。我觉得我可能不小心，因此搞不好研发出一种新的产品。佛跳墙不就也是有不小心把做东西丢下去，其实煮了产生了一种新食物嘛？搞不好这就是因祸得福产生的新产品哦。我想把它热一热，然后等下我们就拿来拌面吧。变成这个酱之后，吃这个面如何？好吃很多，真的、啊。昨天的很咸，我不知道什么，就是因为煮坏了。很 Q， 很弹，啊，痛，很赞。你呢？好，除了肉的碎末比较咸以外，都很好吃。好痛啊！很酸吧？因为我下面门牙是敏感性牙齿，我下颚这两颗门牙塞到草莓里面，当然全都是冰的，我看就瞬间就开始痛。我很多次都想要挑战自己敏感牙齿的极限，然后每次都痛的要死，然后就会觉得我是白痴。你已经是白痴，白痴挑战你自己牙齿好吃。算了，放弃。对，你应该第一次时间就放弃。所以呢，我每次咬草莓会咬会憋的水果，都这样咬，第一口先下去试水温，会一下去一秒钟就会痛了，所以会痛的话，直接拔出，然后换这边。对，它有东西挡住了，没办法当吸管。对，我想当吸管，但是不敢当。啊！嗯，可以了吗？喝得到糖吗？嗯，有变少吗？糖，好像有变少一点点。那你可以吹出泡泡，就是哦，真的耶，哦，这个可以当吸管。